张子婷接到消息，通知咱接班的所在，迄个人敢会是人心？是我，是我通知张子婷来咱的社，是我暗示张子婷会当请严胜元阿嬷来的。为着一个根本无爱的查甫人去伤害个家姐姐，你莫叫是你秘密，你妈咪后壁，我都唔敢对你安怎？你赶快来！因细哥搁住伫个高家，你就遐尼啊听伊，我那是无甲伊压袂得。林刚，因就亲门大吼，大威我家头一定我再来出消息。国际红江秀莲，你是安怎搁出现伫我生活中？是安怎？江秀个查某囝，过来甲阮圆圆哥哥甜，我真无简单，搁重新站起来，我绝对袂容忍。林高家过来毁掉我的人生，你的幸福就要跟我两做伙，你的自由嘛要我同意，你才有法度自由。你爱谈恋爱嘛要我同意，你才有法度谈恋爱。你已经同意啊，我是骗你的。我是想要跟人美做伙，是不是让团总接待？无用。你哥哥，妈。我根本就是不信任你。你看温柔的眼神，我从来没看过你安尼对我，是对子玲。温玲，今晚拢好你赢，早晚赢的人都是我。Hello， 各位另一半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小单元。几位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你快点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，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，被他还有愤怒值在里面。